都會生癌，但係唔係啦，主要唔係啦。有啲人唔奮鬥都生癌，奮鬥啲人又咩？就係多數唔生癌，多數唔係死於生癌嘅嚇。再估啊！放鬆唔到，即係緊張啦，係嘛？好驚。好驚緊張嘅人咧，就係乜嘢病都會發生，就唔係生癌嘅人。唔係特別驚青嘅人生癌，唔係。嗱你長哥你點知㗎？第一睇好多專家嘅意見，第二臨場觀察咯，真係太多人揾我啊嘛，咁我睇得多咪係喎。同埋咧，我次次啊十次。去到即上門或者咩咧，同佢屋企人傾啦，個個都話中曬，咁我更加係 有信心講啦，係啊，係喎，陳哥真係喎，阿乜係真係咁嘅喎，好啦，喺呢講，爭取時間，如果唔係今晚咧講到好夜，你話咧？中意批評人哋咯。即係好中意批評人哋，唔係喎，唔係喎。係咪嗰個人？中意批評啲人咧，反為唔生癌喎。係啊。我估計一下，誒一間傾，一間你知點解？點啊？嗰個人身邊都好多人有。嗰個人咁即係傳染啦，嗱傳染就可能細菌病毒傳染啦，可能係性格傳染啦，又唔係喎。係個性格特徵。成日記住啲唔開心嘢。即係成日唔開心啦，成日記住啲唔開心嘅嘢，又唔係喎。嗰啲通常都係抑鬱啊，或者係糖尿啊、三高啊嗰啲，唔係癌症。癌症有特徵嘅你嗰個人，再估啊！嚇、啊、硬頸唔係，唔係。好中意幫人。好中意幫人，仲啦。好中意幫人就會生癌嘅。Yes no。癌症嘅生癌嘅人的確係好中意幫人嘅，但係好中意幫人嘅人唔係等於生癌喎。我諗我好中意幫人嘅，我唔會話因為咁我就驚住生癌就唔幫人。嗱、啊，好中意幫人好嘅，個天會保佑你嘅。不過其實仲爭啲。繼續講，中意食嘢，中意食嘢，生糖尿，三高，唔係癌症。好中意咩？幫人咩？好幫，好中意幫人。但係冇幫自己。又冇幫自己，唔係，唔係。繼續講，繼續講。對自己要求好高。對自己要求好高嘅，唔係。中意幫人係期望人哋報答佢。中意幫人哋，期望人哋報答佢，都唔係。好，不如開股好嘛？你有冇留意咧？阿邊個生咗癌咧？嚇、啊，咁就啲人咧，通常個反應係點咧？即係你突然間聽到，哎呀，邊個生咗癌？個特徵係個反應係點啊？哎呀，真係好可惜，點解係佢嘅？係咪先？係咪先？即係個提潛台詞就係咧，應該死嗰啲又唔去死。點解會係佢咧？唔應該佢死，係咪？同意，通常都係。點解？因為佢好人啊嘛。好人嘅意思就係好先生，嚇、啊，為得人，抵諗。你就因為好中意幫人啊嘛，抵諗。我諗廣東話兩個字搞掂啦，抵諗。逆來順受，咕一聲攤咗佢，唔想得罪人。你個個都蝦佢，喺譬如個公司啦嚇、啊，你又執嘢俾佢做，佢又執嘢俾佢做，佢又執俾佢，唔識 say no 嘅。好啦，同佢做埋啦，好啦，同佢做埋啦。哎呀，我忙，不過同你做埋啦。我今日唔使瞓啦，都同你做埋啦。即係鬼咁好人，嗰只好人啊！呢、這個就係生癌嘅特徵啦。即係鬼咁好人，比其他人更加好人。佢仲有咧，就係佢成日都笑喎。冇事啦，好好嚇，嗯啊，哇得啦，係 OK， 冇問題，係咪先？你諗翻，你諗嗰啲人，佢哋唔會鬧人嘅，鬧人就唔著。如果佢鬧咗佢就冇事噶啦，嚇、啊、你嚟柄我啦，我柄翻你轉頭，我打翻你轉頭。但係佢哋唔係嘅，你去柄佢，你蝦佢啦，算啦，嗯，嗰啲咯，係咪先？你諗翻轉頭啊，嗱。做好好先生不會生癌的，除非你有第二個特徵。還有第二個估啦，講啦，你接觸過那些他有一種性格的，你即除了 好人之外，還有一種東西
你加埋呢樣嘢咧，慘啦，係咪啊？你話你見過佢哋啊嘛？你留意一下，佢同其他人有啲唔同嘅咧，性格嗰度。頭先講咗啦，嗰個係啦，逆來順受啦嚇，即係逆來順受之餘，仲加多一樣嘢。頭先有啲人差唔多提咗啲，你會發現咧，佢哋係唔中意講心事，有嘢唔常講嘅，唔多出聲。就算跟你講很多嘢啦，唔係心嗰句，佢係掩飾咗佢內心。佢唔打開個心，佢同人講嘢係冇知己嘅。就算佢有老婆、有仔女、有老公、有知心嘅密友，但佢都唔係真係講佢自己真係個感覺，屈埋喺裏邊。所以係 A 加 B， 淨係一樣都冇事嘅，兩樣加埋就係癌症。長哥你怎知道的？我見得多，專家講過。為什麼沒人告訴你的？為什麼我們小學不教這些東西？現在搞到這麼嚴重，我們個個都會死於癌症，為什麼他們不教我們？為什麼西醫不跟我們說？有沒有想過？是他們不知道，還是什麼？如果他們不知道，他有什麼資格做醫生？為什麼要長哥在這裡說？我為什麼？推動你做乜啫？我又唔係想賺錢，想賺錢唔係做啲咁嘅嘢，係咪先？啊！我又唔係靠咗開啲收咩學費嚇，講呢啲嘢俾人鬧嘅啫。喺電台一講就封麥嘅，我俾人封過啦，同人收到私信啦。因為你揾資格講啊，翻大陸講啦，監咗有得坐啦，啲公安成日及住我嘅啦。開曬快佬，我喺大陸開班，第一排就坐公安啦。呢啲梗係唔講得啦。好，好人收埋心事，答案在此。嗱，咁就好簡單啦。個理論就係，如果你改咗呢兩樣嘢咧，你癌症就走噶啦。不過點改？明唔明啊？點改？有辦法。所以今天長哥夠膽公開，夠膽錄埋影，夠膽傳出去，山難門講。但是這個我是俾你傳出去的嚇，我有呢個信心，坐監就坐監嚇。佢隨時可以縮封我哋鋪，因為是不良醫學條例管制的，有很多嘢。如果我告訴你聽，呢隻嘢可以醫到癌嘅。咁我即刻坐監，係真嘅，香港嘅法律嚇，記住啊，嚇，唔好亂噏啊！我哋啲廣告啊，我哋啲宣傳啊，咁啊都好小心，因為我有朋友領曬嘢咯。好，邊啲人咁容易生癌？頭先我講咗嚇，再覆再一次，即係容易含恨在心，放唔低往事，容易自憐，好難同人哋傾心事。自我形象非常低落，這個專家有些專家這樣的看法，但是都不及得到我剛才講的那個，我剛才講的那個我覺得清楚一點，就是這個才是關鍵。好，得不得？得了，繼續講了。好了，我講完這樣呢就會休息一陣，因為現在都講了差不多一個鐘頭了，還有下半場的那呢就是因為很多人找我，他們找我呢就是說走投無路，西醫叫我這樣做我又不想做，我聽人家說就是做這些是死路一條，那怎麼辦呢？他們就是藥石亂投，什麼都要圍著來聽聽，什麼氣功啊，什麼吃什麼啊，練乜鬼啊？嗰啲咧，我諗你都知噶啦。佢哋收身你咧十幾萬或者以上，七位數字，好多咯。
咁你話分分鐘俾人呃啊，俾人揾笨啊，依啊呢個我就話啊唔想亂評論啦。肯定我哋唔係先啦，嚇、啊！我都唔係都唔係靠呢度揾食嘅。咁啊，我唔想接呢啲波。我嘅同事唔想我去再處理癌症嘅問題，好多原因。第一係費事惹是非。第二咧，令到佢哋好難處理。呢度點解唔揾多啲年青貌美嘅靚女靚仔喺度開開心心做減肥啊？做嗰啲嗰啲仲好揾啦、啊。同埋成日見住佢做乜開心咯、啊？你都成日見住重病嘅人好開心咩？積埋好多負能量，時間要清洗呢一度。我係帶好多負能量翻去。我有個朋友新相識嘅，佢係一個專家，四川汶川大地震啦，佢帶隊翻去做情緒急救。我都跟過另外一個去，嚇、啊，結果翻嚟又生咗癌，係真事嚟㗎，嚇、啊。結果咧，佢用嗰啲方法三個月醫翻好。所以我前幾日先喺北京去見識，去學呢啲嘢，跟住翻嚟會可以自用，嚇咁咯。好，講翻喺度，因為好多人揾我，我都唔想接咁多，我多數都唔接，十個有九個我唔接喎，電話都唔聽。乜嘢email 都唔覆，話即係覆唔到咁多啊！同埋呢度咧，佢我哋都會推曬嘅，但係有時係聽唔到噶，親戚又聽唔到啦。以前我嘅恩人啊，聽唔到啦。我個好舊同事叫到佢個醫生啊，咁我冇理由話咁唔識啊，唔幫唔到你嗰仗。我就於心不忍，我人好衰嘅，好即係心耳仔軟心軟，即係你一我兩翳咧，就係乜都肯做嗰只。咁啊，結果咧，我都係要成日碰到好多生癌嘅嚟揾我，西靜咁多，仲有好多。嚇！嗱，我想講同你分享咧，就係咧，結果咧好快咧，就我發明咗一個方法，面對面同見佢啦。我只係問一個問題，喺30秒之內，我就可以知道決定呢個人。有幾多機會逃出生天？即係如果唔係咧，我做咩嘢都係嘥火藥、嘥錢、嘥時間。我竟然發明咗嗱，呢個唔會攞諾貝爾獎啊！不過我覺得好有意思，呢一個先係關鍵。所以今日我想分享就係呢個關鍵，亦都係我成套健康理論嘅基礎。所以我而家問你。你估下我問咩問題呢？問一個問題，我就即刻啊喺幾秒鐘之內，幾秒鐘唔多過30秒，知道呢位阿姐、呢個叔、呢個嬸、呢個伯母有冇希望？你會問咩問題？你估長哥問咩問題呢？你想唔想自己會好翻？梗係唔係啦？你願唔願意改變？佢實話唔願意嘅，啊，佢話願意冇意思嘅。呢度同呢度，即係個心同埋個腦，係成日都係相反嘅。再估啊！我單刀直入就問呢個問題。好啊！咁犀利，快速測試。你想唔想死？你想唔想死？唔係。你開唔開心？你開唔開心？唔係。信唔信得過你？信唔信？唔係。信唔信得過你？唔係。你想唔想開心？唔係。再估啊！你有咩想做？你有咩想做？中咗。嗱，聽住我個問題，我問咗多啊嘛，咁我問得好清楚。我話阿乜嚇？如果個天咁幫你，啊、你信咩啦？你信菩薩啦，你信聖母啦，你信天父啦，佢錫曬你，撐你，今晚你就好翻曬，聽朝起身精神爽利，嚇、啊、錢唔係問題，你有無限嘅救活力，健康100% 冇事，你講俾我聽，下個禮拜你做緊啲咩嘢？你估佢哋嘅反應係點啊？問呢個問題，聽清楚咯，唔使重複啦。
下個禮拜你會做啲咩？你估佢哋嘅反應係點啊？我問得多啊嘛，所以我知道，我有統計添。去嘆世界咯。去嘆世界。翻工，翻工，會唔會答我？我翻工，唔係，呆咗，中咗，仲有咧？仲有呆咗先喎。你估佢哋講咩？冇可能，冇可能，唔係。下個禮拜都唔知咩事。下個禮拜都唔知咩事，唔係。做翻之前做嘅嘢。做翻之前做嘅嘢，唔係。啊？同屋企人一齊。同屋企人，唔係。好，我想報告俾你聽，我得到嘅反應，大部分嘅人咧，就係一臉麻木、茫然、漠咩？茫然，冇表情，冇反應，或者眼定定，多數係耷低頭，頭耷耷係唔喐唔出聲，少部分會講。冇想過，更加少部分講唔識教，係新教，係咁。你可以想象，同意。如果佢好似你咁講都好啊，我環遊世界咯，我陪家人咯，咁都好啲，但唔係。呢個表示咩？佢係冇救治啦！你唔想死就唔會生癌，你想病才會病。嗱，呢個長哥係喺呢度開嗰班嗰啲課程嗰度，好基本嘅嘢嚟嘅。所有病都係心病，你個心病咗，你個心病咗，因為你想死。你唔想死就唔會著黑色嘅衫，你唔想死唔會著黑色嘅內褲同埋胸圍，你唔想死就唔會周圍擺到啲黑色。請留意望下，而家請呢度綠野林，呢度周圍係冇黑色嘅，呢一塊本來都唔係擺喺度，啊，我好快我就移走佢，啊，你嚟我屋企睇，阿林嚟過啦，係完全冇黑色嘅，呢啲咧就唔係我嘅，嚇，呢個咧係黑色嘅，我遊咗佢，我啲咪咧呢個係黑色嘅，我遊咗佢，你睇到，黑色係死亡嘅顏色，黑色係絕望嘅顏色。從來沒有一個耶穌像黑色的，同不同意？有沒有見過佛像黑色？沒有。有沒有誰教主的樣子是黑色的？即是穿黑色衣服的，如果是他一定是魔鬼教。如果你去到馬加爾醫院，周圍的床單是黑色，窗簾是黑色，你現在笑一下，牆是黑色，你會覺得會怎樣？不好意思，現在香港的醫院的人就穿黑色衣服了，現在護士開了黑色衣服，我拍了照，荃灣某醫院就是了。1992年到現在，香港人越來越多穿黑色衣服，全世界沒有一個城市穿黑色衣服的比例是這麼高的。你不要去那麼遠，去馬尼拉看，去台北看，上海看，甚至去廣州、深圳、去東京，你呢，我騙不到你的，你上網看照片就知道了。馬尼拉幾乎沒人穿黑衫的，香港是一個想死 的地方，我笑不出。通街的人穿黑衫，你來見工穿黑衫一定不穿。來到這裡見我的癌症病人，即是說我生癌症那些，全部穿黑色衫。我未見過一個人來到這裡，我生癌症，但他穿白色衫，或者穿一些很鮮色的衣服，黃色、橙色、淺綠色那些，沒有的，一個都沒有。反為呢，有一天我進來這裡，很典型的，很經典的，他們說，哎呀，長哥是的，有一家人這麼巧，你來到巧，他很想找你，這麼巧。然後他們，我帶你去見他，我說不用，走進來就知道了，坐在這裡，一台人，全部黑色的，七個是七個黑衣，誇張到呢，個 B B 嗰張嗰個推車都係黑色嘅，你見過 B B 車黑色未啊？我唔好意思影相嚇，就係真我冇呃你嘅，真係咁。你問我同事啊嚇，我想講咩啫？就係咧，佢唔想死就唔會生癌。
你令到佢唔再想死啦，咁佢逃出生天。有一個答案係好得意嘅，嚇、啊！我見過咁多人啦，嚇、啊！大部分人都係幫唔到，佢冇反應，我幫唔到噶啦，佢答唔到嘢，幫唔到嘅。有一個就唔係啦，有一個話：哦，咁啊，咁就好咯嚇、啊！我咧就係義務教跳舞嘅，我朝頭早咧喺公園嗰度咧教人跳雨傘舞啊、絲帶舞啊嗰只。我咧就會著件紅，啊！即係我話你形容俾我聽，你會點做？佢話我著件紅色嘅長裙啦，嚇、啊，揸住只把扇啦，二百幾人嚇、啊，即係圍住我喺度跳舞咧，朝朝係咁啦，音樂點啊？我心話你唔使醫都會好，即係咁咯。所以其實咧呢一度咧。啊、就有一個 DIY 嘅測試嘅，不過今日唔做，因為時間嘅關係。啊、就我有十樣嘢叫你答。啊、你呢翻去慢慢做好嘛？因為時間嘅關係，我想留翻時間，我哋一起溝通。啊、今日唔做啦，就係咁嘅。第一，嗰啲人咧信念態度好積極嘅。第二，就係佢哋有生命的目標嘅。第三。努力提升靈性狀態，他們會學去打坐，他們會去祈禱，他們會去練那些什麼氣功，他們會做手療，他們會學什麼用水晶、靈擺那些東西，他們會心境平和豁達，即是不會想在一邊，還有是輕鬆的，他們飲食習慣回歸自然，尤其是吃素，尤其是吃生，我們這裡提倡的生活方式回歸自然，夜晚要十點鐘前瞓啦，嗰只咯，嚇、啊，以後冇咁坐，冇翹腳，記得，啊，唔呢、這個唔係我教，冇著黑衫，冇掹等呢一啲，嚇、啊，冇翹手，冇翹腳，認真去做治療，不論乜嘢治療，就除咗西醫嗰只，嚇、啊，就係、是、佢好需要親友同事嘅支持，佢哋好需要，係 sorry。他很需要親友同事的支持，那呢你每一樣當是一分、啊、你加埋，如果你有六分七分咧，機會就好大，清唔清楚？咁咧就好啦。嗱呢一度咧，翻你慢慢做嘅喎、啊、我哋唔講，你諗翻就知嘅。不過關鍵都係，我覺得喺第二個，而家我集中講一樣、啊、好，你要明白人哋點解會生癌得㗎？嚇、啊！頭先我咪講咯，生癌係好毒啊，係嘛？呢個係表象，其實唔係。問落去你要問點解佢咁毒先得？大家都食咁多咁毒嘅嘢，點解佢特別毒咧？嗱，我哋要問人點解會病，呢、這個先係問題。你要搞清楚人點解會病，嚇、啊？人會病咧？每一個病嚟到嘅任務係乜嘢？每一個病有任務嘅，你收唔到呢個任務咧，你繼續病落去，病到死為止。咁癌症嘅任務係乜嘢咧？咁要搞呢度咯。我哋點樣樣等個癌腫瘤可以早啲走咧？嚇、啊，點樣可以等佢早啲搞掂咧？好，咁點解病唔好去醫咧？病唔使醫嘅，頭先我咪講啦嚇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嗱呢一個咧，就係、是、每一個中國人其實都應該識嘅，呢個係我哋傳統嘅醫療智慧。全世界有幾百種、幾千種嘅醫療系統，西醫只係其中一種，中醫又係另外一種。不過咧，西醫只有百幾年嘅歷史，中醫有二三千年嘅歷史。印度醫學有五千年、六千年嘅歷史，就唔係越長咧就越威嘅。不過咧，我想講就係咧，中醫有好多智慧啦。我身為中國人非常自豪，而我自己相信中醫係全世界 number one， 因為我有講氣，因為我係講原胃呢啲咁嘅問題。嗱，今日唔詳細講一隻，同埋因為我哋係非常之切合自然嘅。西醫咧就係只有世界上只有一種醫療系統係同自然作對嘅，
就是現在我所謂的西醫，有東西就切了它、啊、你發燒就降了它、哦、你咳就搞到人沒得咳，那些在一種預重治療之後，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 會病。我們傳統有這個講法，下醫治病，基本水平的醫生就同你醫個病。什麼叫同你醫個病？血壓高，他用這辦法讓你血壓沒那麼高，你恨令到你不恨，這個叫醫個病，得不得？你發燒就同你退燒，胃病同你治，同你整到你不痛，這個叫這樣放銀兩的，你 happy。 但是呢，他保證你下個月你又要再回去找他，又繼續再病過，因為你毒都沒解決過，同埋因為上一次你搞嗰啲嘢咧，搞到個身體更加散，即係好簡單咁講啦嚇，清楚？中醫就治人，中醫唔係中西醫嗰個中西醫，係中等水平的醫生就醫個人，唔係病病係人病，所以咧要醫好個人，佢就唔使再病，明唔明先？嚇、啊，你要改變佢嘅性格，你要改變佢嘅思想，所以咧。上醫就治心，你怎樣去改變個人呢？是改變他的心。心是什麼？心是信念，心是思想的方法、包括情緒那些東西。所以呢，真是高水平的醫療工作者呢，就攻心的，改變你以後你講的人不會那麼負性了，以後你呢就肯打開個心同人傾嘢啦。以後你就知道呢，幫人係好、啊、但你唔照顧自己，你就攞嚟衰啦。幫人唔係等於要犧牲自己，有個限度㗎嘛，係咪呃你又做咁多嘢，去咗一個位置要 say no 㗎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咁囉，就改變個人的性格，又叫做治人。但是怎樣去治心呢？還有一樣就是我們做的事，我們三樣都做的，教你怎樣吃走個病，教你怎樣去，一會我都會講的，一會我每樣都講的，我每樣都治的，一條龍服務的、最重要不是這些，搞定這個都還未定。還有一樣，聖人治神，聖人即不是說、這個聖母瑪利亞那種聖人，又不是孔寵聖、那種聖人，聖人是指有智慧的掂的人，就治神。治神就是什麼呢？這個神是指什麼呢？指精神，指人和宇宙的關係，其實就是指生命的目標，你了解自己的你是誰，你現在在做什麼？為什麼你要生存下去？生癌和糖尿一樣等等，是身體每一個細胞都說服不到自己生存下去，沒人啊，做人做得沒人、他不想繼續下去，就是這樣咯。所以我們只有一個方法、如果你訪問最近長哥成功的例子，你訪問我，我經常是單對單跟他做，我上門跟他做，我喜歡上門，因為上門我看到很多東西，上門我可以見到他全家人、那隻、就還有不受干擾、結果呢，我只是做一樣東西，只是做一樣東西，成功失敗靠呢樣，就傾到咁上下咧。鼓勵大家撐佢啦，假定我老豆撐男先嚇，撐爹哋，撐老公，重燃他的火。呢度冇火，佢就走噶啦。你知咩叫火啊？興奮。你身邊仲有冇嘢興奮？請問各位，你身邊仲有冇興奮？尋日你有冇興奮？尋日長哥非常之興奮，今日我非常之興奮。如果你不興奮呢，不好意思，
癌症等緊你，糖尿又係等等，再會一種激情 passion， 你冇嘢想做。我今日冇時間同你講故事，我亦都唔想講有啲故事，因為三人會有時開班我哋講嘅，嗰時候聽我講嘅。因為而家我公開呢一啲咧，就唔能夠講嗰啲故事啊。係佢一又諗起一樣嘢，我好想做埋先走，係佢要我做先做到。咁我就即刻個心就話咧，點咧？我幫你，我揾資源幫你。個故事都係咁嚇，即係。他的女婿肯說、哎、我們有一間公司，我們一起去砌，我一直會問他，假定乜叔在這裡生癌，我問他有甚麼東西你興奮的，好，有甚麼你最喜歡做的，環遊世界，陪多些家人，這個上帝幫不到你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當面跟他說有胃口，咪食多啲好嘢咯。幫唔到你，上帝唔會幫你。個天子係幫一樣嘢，嗰樣嘢叫利他主義 （altruism）， 知唔知係咩？天生我才必有用，你一定有一啲好叻嘅嘢，個天令到你好中意做嘅嘢。你點知道你嘅使命係乜？只係問一個問題嘅啫。有咩嘢你最中意做嘅？你早餐都唔使瞓覺嘅，唔攰嘅，飯都唔使食嘅，去做嘅。有冇？你講得出，講唔出，去死！唔係我咒你，個天已經淘汰咗你啦。大自然係一個好似球證一樣，天面無私嘅，俾咗天生理財，你唔去用，咁咪出場咯，唔好阻住地球轉。癌症就是这样了，他丧失了生存的勇气、目标、意义。我们帮他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等他找回这个意义，不是他的错。这个社会令到我们根本迷失了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来这里为什么。所以长哥做的只有一样东西，就是等你找回你是什么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，怎么找，就是問這個問題。他們說說不出、我不懂的、我都沒什麼厲害、我又沒什麼想做、我一路去問、你曾經做過有什麼人來讚你的，你小學的時候、中學的時候他們讚過你什麼，你有什麼獎你拿過，最近有什麼你做到做完之後很開心，你可以覺得很自豪的，找到一樣。譬如他都說、是啊，即是我未嫁之前呢，